佛的法运啊，我们学佛的人不能不知道。很多人讲世界末日，佛法没这个说法。佛的法运还有九千年，佛的法运正法一千年，相法一千年，这就两千年，后面末法一万年，一万年才过了1030几年，所以后头还长了，哪里是末日呢？即此无上之典呢，饶益当来。当然还有九千年末法了，末法一万年呢。啊，佛的法运啊，我们学佛的人不能不知道。很多人讲世界末日，佛法没这个说法。佛的法运还有九千年，我们中国人记载的啊，在这个古人著述里头都能查得到啊。释迦牟尼佛灭度到现在，我记得好像是3030多年啊，30几年，你们去查查看。虚云老和尚年谱里头有啊，这个是3030多年。那佛的法运正法1000年，相法1000年，这就2000年，后面末法10000年，一万年才过了1030几年，所以后头还长了啊，哪里是末日呢？啊，在末法时期这么长的时间里面，佛法有兴有衰，这从前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，他给我讲，现在这个佛法已经衰到基础了，但是不要怕，会兴起来啊，他会再兴起来的，他有起有伏啊，他不会灭的。那什么时候会灭呢？九千年之后法真的就灭了。啊，我们相信佛没有妄语。啊，如来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。啊，不狂语者，我们得相信他。啊，所以夏老希望这一部经能够有非常好的一个完善的标准本，这个本子饶益当来啊，后面还有九千年呢。哪一个法门，哪一部经典最契机呢？应当就是这部经啊，这部经里面字字句句是佛说的，一点都不假啊，原意是从梵文也翻译的啊。那么梵文本字当中有这个很多这不同，这是说明释迦牟尼佛不是一次宣讲的，多次宣讲，从五种译本里面来看至少是3次宣讲。那我们遗失了啊，失传了有7种本子，这没看到。如果那7种本子在的时候，是不是还有不相同的地方，你就能找出这三次以上啊讲这个经啊。啊，这是世尊无尽的慈悲，我们明了才会生感恩的心。啊，我们不是这个法门就不能得度，肯定的。啊，我们能够升天，我们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出六道轮回很难啊，那个见思烦恼断不容易啊。啊，不断见思你就出不了轮回。啊，升天。哪一个没有升过天呢？
我们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众生，你问问哪一个没生过天？过去都在天上住过，天父想尽了，业障现前又下来了，是这么回事情啊！上上下下的啊，在六道里头啊，哪一个人没有堕过地狱呢？有啊，我们学佛同修当中有啊。啊，怎么知道呢？催眠知道的。啊，催眠是在深度催眠之下问他你在哪里啊？在地狱。地狱状况下苦得不得了啊，在地狱受苦。啊，他去过地狱，他也上过天堂。真的，六道里头哪一道他都经历过，所以不稀奇。啊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你就知道人有没有死，没有死，在六道里头搞轮回。啊，生死，肉身，肉身有生灭了，这是个正常现象。灵魂不灭啊，跟众生说，灵魂是迷，迷的时候叫灵魂，觉悟了，觉悟不叫灵魂，叫灵性。灵性不灭呀，出不了六道叫灵魂，超越六道啊就叫灵性了啊。那什么人呢？阿罗汉以上。你只要一出六道轮回，那就是阿罗汉啊。阿罗汉成灵性了，他不迷了，所以阿罗汉得了证据啊。你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这是我们学佛共同的唯一的一个目标啊，学佛想得到什么就得这个，翻成中国意思，无上正等正觉。阿罗汉所得到的正觉，菩萨所得到的比他高了，正等正觉啊。佛所得到的价格无上，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无上真灯正觉，超越十法界了。啊，他住在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。啊，我们通常也称他为一真法界。啊，菩萨还住在十法界。啊，四圣法界。这是为我们说明释迦牟尼佛的法运还有九千年，九千年之后这个世间没佛法了，那就真苦了啊！菩萨佛菩萨不舍苦难众生，到那个时候虽然佛菩萨不现的，有一个代理的人，这我想诸位都知道，地藏王菩萨啊，他代佛度化众生啊，代理佛，一直到下面一尊佛出世，下面一尊佛是弥勒菩萨啊。现在有很多谣言说弥勒菩萨已经下来了，给诸位说这是假的啊，这个不能相信。啊，弥勒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，这是常事，一点不稀奇。啊，我们中国佛门里面的传记啊，记载的很清楚的。布袋和尚
是弥勒菩萨化身的。宋朝时候啊，我们现在供养的这布袋和尚的像啊，就是弥勒菩萨化身。啊，我们看西藏的这个弥勒菩萨，看南传的弥勒菩萨，那个样子像观世音菩萨一样瘦瘦的，不是这个样子。啊，所以中国视线的这个人就是用弥勒菩萨啊，用这个布袋和尚啊，都用他这个造像。啊，那另外记载叫富大师，唐朝时候居士神，是弥勒菩萨再来的。啊，佛菩萨常常到世间来应化了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。啊，说是弥勒菩萨掌天盘了，弥勒菩萨了又到人间来做佛了，这是假的。啊，弥勒菩萨是要到人间来做佛，什么时候来呢？《弥勒下生经》里面讲得很清楚，56亿7000万年之后，这个当中都没有佛出世啊，地藏菩萨代表啊，我们一定要根据经典所记载的啊，那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